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来了解一份新的工作，这是台湾料理店，然后在日本的话经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已经，然后他最近的那个站是在东京的涩谷，然后他那个月给的话是在20万开始。对语言的能力要求的话，就日常日语绘画，然后那个这工作时间的话，每天8个小时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过来看一下。然后的话，我们公司每天在12点就会有一个说明会，大家可以来参加了解一下。每天会有50到100家的公司案来，然后说明会之后，我们可以拿到一个面试卷。然后面试的话，大家留下来可以接受3点钟的面试，如果感兴趣的话。